不要说了，历史你的小孩妈了，给你们几个？凭什么这个东西？凭什么？说谁没素质？你啊！你再说一句。你啊？怎么了？就这个。妈的，不要屁事！他妄想。你打？来，放几算什么？就抓住人，抓住人！妈，你小孩就被把我小孩抓进去。小孩是无辜的，我可以原谅。原谅？他妈，你再说。原谅了。没事，谁妈没事？不好意思，我问你啊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人家站在这里，你说都没说，就往人家身上撒尿，那是你不对吗？有没有说？问你，我老婆有没有说？说了吗？我老婆又说撒尿了，你们不让一下的，叫你大姐都让一下了。这是这个地方是你家撒尿的地方。小孩子他妈，小孩子。你是大人了，我就问你是大人吗？有种你他妈报警啊！是大人吗？我说，你是大人吗？屁股都一抱，妈的，报警怎么了？不是的，他妈的在打我，他妈的在逼着打我。哎，不要这样子跑啊！来来来，报警！没素质了，妈的，你小心点！我这个。一个大人嘛，比个小孩的技巧的。一个男的比个女的技巧怎么样？不要说，这是真没素质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。你给你小孩做个榜样好吧？小孩子还那么小，你这个样子，你这小孩问问这个塑料袋你的，我都会借给你。这么大个人了，我有塑料袋吗？我问你。那你可以问我们去啊，你可以问大家借啊，大家都会借给你。你带了？这个是不用啊，我有可以借给你。那你带了？你带塑料袋了？我有，我可以借给你啊。你拿出来。不是没有啊，这个不是塑料袋是什么？那说了拿出来，你室友回来，我室友回来。妈的，我妈已经不用了。有没有人到？有没有人报名报？你快坐着呢。这是呀。你报，让我报。好了，太臭了，快坐，不行。不是先丢人？你们小到人家身上了，跟人家打个招呼，赔个礼不就行了吗？还这么嚣张？有没尿到身上？妈的，臭的。别再这样啊，吓到你家小孩。真的吓到了。你把东西都丢过了吗？妈道歉，他妈的你嘴巴一说就说没素质，让我怎么道歉？那你别说了，小孩们也不能撒尿的呀，拿个袋子呀你。他撒尿了，他跟你跟他跟你说的。他长大的时候跟你一样，也会随地死。他没跟你说的，我问你。什么小孩？小孩就是特权，他就会撒尿撒死他。关你屁事！他妈的叫什么？不管我屁事啊！人人都能管。我什么东西你是？妈你在说妈的，你在说妈的。你应该跟别人打个招呼，要个塑料袋。老师，我见过地铁撒尿的小孩，就是掏个塑料袋。啊，你是撒尿的地方吗？你小孩是狗啊？谁得撒尿？哎，他妈的脚一趴就撒尿。别吵别吵了，吵吵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我脸过擦的。别说。你什么素质？你说。好嘞好嘞。就亏了怪个聪明。好嘞，关你屁事！怎么不关我屁事？地铁我也在坐，我买票了。我要一个环境，哎呀，你别拉，坐下，我要一个环境，懂吗？坐下，吵什么吵？我下车，我踩你屁股。好嘞，你屁股啊！我怕死啊！你想想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跟你说过，来，走，现在这个就下去了。我刚才跟你说过，不要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不要再弄那了。好嘞，你应该跟别人道歉，懂吗？我可以跟他说的。你以为是外地啊？好了，跟世界人了不起啊？好嘞，来，你打电话来啊。好嘞，你在骂人，你在骂着逼在叫，他有什么用？我给他妈的进医院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你报到上海的那个苏大哥，我没有办法报。也办法不行。我刚才跟你说过，我说的事情已经解决，不要再说了。好了。我说了，你应该跟别人道歉。懂不懂？好嘞。我在那个地铁那边闹的事情，你给我带几个人过来。带些人过来干嘛？但是无法无天了。公共场所随便找一个，还有你。叫人有地铁上人多，少说两句坐下到站着下车不就好了？带人过来出了事情又没什么好处了。屁才不！
这是公众场合，大家都这干嘛呀？在坐坐坐。没事，我可以吗？可以，把事情交代给你。你也想处理事情，大家都是这样的，算了，下来请坐。在宝山路上。对。等下你到那个我下的餐厅吗？等一下，我还能走哪里下？我告诉你，我赤峰路下。好好，我一站在这等你。我告诉你，西藏路。哇，我等你。西藏路。嗯。多叫点人过来。行。又不是你自己找的，叫什么人？他的这是妈妈直接拍屁的了。小事情啊，东方幺幺零看过不啦？都是为一点小事闹成事情的，到后来你眼泪鼻涕一把后悔了，来就来不及了。那么冲动干嘛了啦？现在微博年代，谨慎撒野。刚跟你这个说过了，我也说了对不起了，还他这个脸差着呢，不能聊了吗你？稍等，稍等。